我是一对双胞胎的爸爸，但我家里有养毛小孩。像我们两个小朋友基本上还没有上学，几乎整天都待在家里面，所以室内的空气品质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基本上我在选择 Honeywell 的空气净化器的时候，我有特别去注意它的静音功能。我认为它的静音功能并不会打扰到小朋友的睡眠，那又可以有效的一些过滤它的尘螨那些物质。那我认为 Honeywell 这个部分让我来讲还蛮安心的。